你好，请问是 Sandy 吗？是啊。这一则留言是你留的吗？哦，那天我订了一个那个床头柜啊，然后我就打开之后，我就被包装吓到，因为包装实在太厉害了。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的我说我负责快问快答。请问最近有发生让你深陷其中的爱恋吗？大概是我跟棉豆腐吧。请问如果你的朋友吐在棉豆腐上面，你会怎么办？太好了，叫他买一个芝麻豆腐给我。请问你来台北工作，目前有让你心力交瘁的事情发生吗？就是没有睡好，然后找了很久的床，终于让我找到棉豆腐，可以在上面打电动。那想请问，最近在棉豆腐上有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梦吗？我去爬山，然后滑倒的梦，然后我就是醒来，发现我在很舒服的棉豆腐上面。